还有这样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王者啊！现在准备这个诸葛亮打排位，输出在你们两个法师了。对面也有诸葛亮啊，还有东皇太一、老夫子。我操，对面两个新的都带了啊！老夫子和东皇太一，老夫子打野，东皇太一肯定是个漏。然后对面马可波罗有橘右京，我操，对面输出比较高啊，四个输出高啊！老夫子现在输出很高了啊，敲两下、敲五下，那个暴击伤害很高的。我们这边露娜，露娜有五级，刘邦也五级，赵云这个太乙真人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啊。因为有的时候打那个钻石上面那个诸葛亮，你想用的都没机会用啊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什么时候诸葛亮再出一些新的皮肤，我应该可能会去考虑买一个。因为最近现在这个皮肤也就多了一顶蓝帽子，感觉不是很好看啊。要是能再出一个新的比较漂亮点、帅气一点啊，像那个李白那种特效很炫的那种的皮肤，可能会考虑买一下。如果还是这样子蓝蓝的，那就不需要考虑，没啥大意义。我操，对方已经有四个圈了，他再来一下就有奥一点了。我们走了，不跟他打。哎呀，我的点没了。不下去吧，这边兵线看一下，这波兵线都出来了。这波兵线打完，我们去上路吧。智商太低会传染。你这个怪物没东西打呀，我的被动技能就这么浪费了。在干嘛？哎呀，这两个有点坑，脑子是爆死还是咋的？不做没有绝对优势。好，三个人一下子攻过来，好残暴。其实我们这有两个助攻啊，这个刘邦算是一个助攻，他乙真人又是一个助攻，这样子没法打。他们怎么不出一个好一点的英雄呢？来一个射手啊，或者来个什么的。我们这边又没射手，对方有个马可。打完这个我就打完了。看能不能在露娜手上抢下来。我操，看我们四个人在此，先把我的被动技能搞出来。兄弟们，别再上了，别再上了！开始撤退。先浪一波吧，他们都在塔下，不要为了残血的马可波罗再丢了，再送分了啊！找机会。干掉他们的诸葛亮，这边先把这个老夫子干掉。没蓝了，没蓝的坚持也不浪费。刚才蓝 buff 没抢到，被他可和被露娜抢。这下我们去上路，我现在血补蓝补点，我这不是补血，主要是补蓝。开了一技能，这个太乙真人跑得贼快哈，那太乙真人还是带皮肤的。
这皮肤感觉快快的啊！太乙真人也本来就不好看，戴上个皮肤更难看。请对面的那个诸葛亮过来。哎，诸葛亮你早抽还敢打暴君。露娜快来支援我一下呀。小娜娜我快要死了。小娜娜。我操，小娜娜，你就这样子走了？我以为你打完蓝 buff 会过来。我以为露娜会过来帮我打暴君，没想到她过来了哈，打完就走了，打完蓝 buff 就不理我了。我再替你上路兵线。你说这露娜只顾打自己，这么大的也不打。这个时候不打暴君不是浪费呀、啊、你先花绿吧。看你看暴君被他打掉了，刚才我们不打，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不做没有绝对胜算。开始撤退，一切都在计算中。去打蓝，去打蓝，这个露娜太坑了。哎呀，又没抢到。哎呀，没搂死他，亏大了啊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要小心老夫子。智商太低会传染，离我远点。哎呀，我烦着露娜只顾着打野。靠，这个红 buff 你也抢，忒没人性了。还好我现在也有蓝了。一切都在计算。清理一下兵线，我还想把上路打通下去，打不上去。露娜死了，没人跟我抢蓝了吧？好，刚才不该往回跑，要不然马可就死了。这一下子就被东皇太一搞死了。先把东皇太一搞死，好，再搞死诸葛亮。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刘邦快点跑，这老夫子后期伤害也是很高啊，我操，一直怼一直怼，怼两下伤害挺爆的。你说我去支援上面还是支援下面？我们打下面吧，这个橘右京就一个人。
两个诸葛亮怎么了？你要说我这个诸葛亮没地方溜？你妈的，居然阻断我的线路啊！这么快他们就想打暴君打主宰太真了，不知道我这还不如被打死算了，刚才有太乙真人的大招哎，我就还傻傻的不知道死了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哎，错过了啊！我们去搞定对方的诸葛亮，还有橘右京。打你就是为了那个被动技能启动。哎呀，死了！烂了，烂了，烂了，烂了！刚有一点起色就烂到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方的诸葛亮的出装，其实我们出装都差都一样的啊。只是他现在比我多几百块钱，多四百块钱左右啊。对吧，橘右京没有我还露娜，露娜现在经济好一点啊。哇，露娜直接打主宰啊。我要收回刚才说露娜坑的话了啊，如果露娜打得好。这边露娜好溜啊。我感觉我这边上路兵线要清一下，因为这边的兵线过来的话没人看家，这个也很尴尬啊。既然那边在打主宰，如果我再过去，这边兵线马上就布高地塔没了。暂时不打蓝 buff， 我们去这边看有没有机会抢人头什么的。搞死他们两个都是残血，哎呀好气人啊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这个麻烦我操，这速度贼快啊，一下就把我削死了。你够狠，够毒，够辣，够阴险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被终结了、哎呀，恢复这么多血啊！赶紧去支援一下，这个会不会还是在抢主宰啊？哎呀，同样是诸葛亮，感觉我打人头太少了。哎呦我了个去，又跑掉了。
哎呀，这个东皇太一最傻呀，我操！为了一个东皇太一，亏两条人命，赔大了。老被对方诸葛亮抓，我去！跟他一样的出装啊！集合！被抓了呀，干嘛？老夫子一个把我捆住了，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一切都在计算中。我后面两个、三个，老夫子还有诸葛亮，我想动也动不了。好，五代打掉了。我一定要宰掉他的，宰掉他的。怎么样？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。这把不再暴君打了，好像打不动。为什么没人打暴君？没人愿意打暴君。怎么打不死暴君的样子？哎呀，没人打算了，我也不打，打不动。我去打个蓝 buff 吧。嗯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直接去打他们人了。干死这个老夫子！就他一个人。他解决掉了。一波强攻，赢了。哎，马马虎虎啊，那一把，嗯，马马虎虎过去，主要队友给力啊，啊，博三了，5.7分，最低分，对面诸葛亮8.6分，我靠，诸葛亮最高分，我是最低分，哎，这是做人的差距啊。